怎么样看清楚你们的面容？今晚前五大步，因为量一次看看你有没有变瘦，有没有变胖，所以记录点才看得到你哦。好，一零传单快准备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哦，还没。需要麦克风吗？我幸会。好，要几支？好，全部。那就包含我手上的哈。古老的怎么混过去？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给我们一零传道会一个掌声好不好？加油加油！在后面。好，将时间交给我们一零传道会。哇，那个也很多钱了。我们来一下，
请牧师为我们讲几句话。牧师，好，我们请那个九音执事。我先带一首歌给大家。哦，没有了。好，大家平安。好，很高兴在这个时间点呢，大家能够在这里一起见面，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哈。那我先自我介绍，因为两年才看到一次，我怕大家会忘记我的名字哈。平安雕笔哈，我是义林教会的秋英执事哈。那希望大家在未来的一年，大家都能够顺利、平安、健康。谢谢。好，谢谢掌声鼓励。好，最后一个表演由我们复兴传道会来压。